好，这里是娱乐这帮男生版之任嘉伦。今天呢，咱们来说说任嘉伦的十问十答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咱们看到的呢，是任嘉伦在参加拍摄完某广告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十问十答的一个小测试。你知道任嘉伦喜欢怎样的水果味吗？来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问题来让任嘉伦的十问十答了呢？第一个问题，你在夏天一定会做的事是哪些？夏天我一定会做的，首先是去海边，然后就是吃冰淇淋。第二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最近非常喜欢芒果口味。第三个问题，选个喜欢的颜色。那肯定选芒果黄，因为我非常喜欢芒果口味。第四个问题，如何评价这次的封面拍摄的造型？这次封面的造型非常的夏天，我穿了一身白，图案各方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的轻松休闲。第五个问题，海边雨过天晴，浪漫一个词语，造个句。在雨过天晴的海边一定非常的浪漫，这成立吗？这个第六个问题，过去印象最深刻的海边是哪里？青岛。第七个问题，近期在剧组拍戏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近期没有在剧组。第八个问题，自己最常用的表情包是哪个？我平时不大用表情包，我只用那个微信里面那个表情，但没有表情包。第九个问题，累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放松自己？睡觉。第十个问题，未来拍戏有想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吗？我希望看到好的剧本，呈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吸引力。以上呢就是任嘉伦的十问十答，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你对于任嘉伦的想法和祝福吧。下期再见了，拜拜。